禀娘娘，西施来了，要见娘娘。让她先等会儿吧。娘娘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要不要我去？不要。有请西施娘娘。 西施参见魏娘娘。哟，西施啊，怎么有空上我们这个清静的地方来了？娘娘大量，
请恕西施冒昧打扰，我是特为我义母而来，恳请娘娘仁慈为怀，放我义母出宫。你义母是哪位贵人呢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？西施的义母是越王勾践夫人。哦，勾践夫人。哦，就是那个曾为大王侍寝，大王嫌他老，把他撵出宫的那个越国女奴啊。怎么，她是你义母？越王勾践是西施义父，他夫人是西施义母。原来你是奴隶的女儿啊，这我就闹不明白了。我怎么听他们一口一个娘娘的，叫你叫得不离嘴儿啊？那你到底是娘娘啊，还是奴隶的贱女？西施娘娘的名号是大王亲封的，魏娘娘该不会是明知故问吧？你们越国人都像她这样不知礼数、肆意犯上的吗？下人无礼，西施代为赔罪。娘娘高雅大度，尚请勿以为意。高雅大度？你们越国的百姓好像连头发都不会梳吧？你们的士兵只会把鲜血涂得一身一脸，然后拿剑抹自己的脖子吧？你们的女人只会跟男人到处野合吧？怎么，你们越国人也懂得高雅大度？稀罕呢，哀家还是头一次听见。恳请娘娘仁慈为怀，放我义母出宫。倘有开罪之处，西施愿代受责罚。代受责罚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父母有意，子女代其劳。我们越国人虽然不懂得多少高雅，但是为人之孝还是知道一点。哼，好啊，哀家就成全你，带他去。娘娘，娘娘，你们让开！娘娘，娘娘，给我乱棒打出去！只是西施娘娘。娘娘怎么了？娘娘为了救我，甘愿被魏娘娘关起来了。关在哪儿了？关在后宫的一间洗衣房里。我就是在那儿被关了一宿，洗了一宿的衣裳。魏娘娘怎么会找上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那时送我出来，半路上忽然说魏娘娘要见我，也不容我说愿不愿意，拉着就走。其实我连魏娘娘的面都没有见着，就被他们关起来了。主公，快请太宰大人帮忙想想办法吧。那种地方黑暗潮湿，关久了会闹出病来的。不会，关不久。太宰大人不用出面，自会有人去救娘娘。凭他的才智，
为娘娘要倒霉了。开门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才过了一个白天，大王就不认得西施了吗？你怎么能答应魏姬这种无耻的要求啊？跟我走。大王要带我去哪儿？回宫里啊。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？我们越国人不懂得高雅，这才是适合我的地方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娘娘，国家知道你委屈，先回家走。回头国家为你出气。大王诧异，我没有委屈，也不想让大王替我出什么气。你就不知道替顾家顾忌点颜面？魏姬是宫里出了名的爱妒忌、惹是生非，你干嘛要跟她一般见识啊？大王。臣妾跟了你这么久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你原来是这么夸我的。你们这些该死的奴隶待在这干什么？滚！是娘娘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你不怕别人笑话吗？你给顾家滚回去！笑话！哼，我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我还怕被别人笑话？既然我是出了名的好生是非，那我也别白白的背了这个恶名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明明白白的说个是非出来。你说什么？顾家不跟你追究，你倒不依不饶起来了。谁让你把西施娘娘关在这儿的？谁给你的权利？西施娘娘，大王捧在手心里的唐人，我怎么敢关呢？是他心甘情愿要到这里来的，我劝都劝不住。要不是你把勾践夫人关在这儿，娘娘能到这儿做苦役吗？大王，你不会忘了勾践夫人是什么身份吧？当初大王接受越国投降时说过的话，你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就算大王忘了，臣妾可还记得。越国的男人尽为吴国的奴隶，女人尽为吴国的婢妾。怎么，堂堂一个王妃使唤一个越国的女奴也错了吗？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你等等！大王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先王的遗训都置之脑后了吗？大王，你忘了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？大王，
都能走了，好的可真快。还不是全仗着你范大夫的妙手回天。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命早就没了。过奖了，我过几天就要回吴国了，临行前想问问夫人对以后有什么打算。范大夫，真正想问的是那把剑吧？那把剑我也想知道，如果夫人愿意。范大夫的救命之恩妾身永不会忘记，但剑的事儿，先夫生前有托，莫耶也不敢徇私处置，还望范大夫见谅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我想你丈夫既然让你来越国，就必有他的深意，能告诉我吗？有一个人的名字，想必范大夫一定听说过。请讲。延宁继子，吴王的叔祖，贤明在下如雷贯耳，但不知夫人为何问起他。听说他老人家一直在越国隐居，范大夫可曾见过吗？你问得巧了，在下也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，这次回来才有幸拜见过他老人家。他老人家在哪？范大夫能带妾身去见见他老人家吗？一定要见吗？莫言乃是受先父之托，望范大夫成全。老人家，剑师甘江夫人前来拜见了。这就是。就是这儿。老人家已经仙逝五年了，你养伤住的那个竹楼是老人家生前隐居的地方。先夫让我到越国来，就是要让我找到他老人家，把剑交给他，听他的处置。先前已逝，莫爷只有自行做主。范大夫，你是否能答应我，替我报先父之仇？我答应你。树旁边有个石缝，就在那儿。这世间除了我夫妇之外，你是第一个看见此剑的人。你家越王和我那没有出息的弟子，他们看到的还不是剑。这把剑与你心目中想象的一样吗？不好看，也不够霸气，是吗？先父曾道，此
此间之德全在头回，杀人越多父亡越生，生则为，为而不得，不得则无以忘之，故而全不得。带我去，就说老夫身体不适。以在下之意，这一趟大人最好亲自去。为何？勾践这次把声势搞得好大，加之再有后宫宠御正宫的西施做后盾，我担心越国方面弄出什么大事来，老相国不去坐镇，万一大王在兴头上答应了什么，王者一人事后想要挽回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先生过虑了，大王虽说是性情中人，可他的心里并不糊涂，对于勾践他始终还是警惕的。这可是……你放心，老夫心里有数，你去就是了。众臣请入座吧。大王在上，娘娘在上，诸位大人，今日新逢大王寿诞，君臣百姓举国同喜。然而在微臣看来，今日之喜又有非同于往日之处，因为今日大王的身边多了一位西施娘娘，而在我们吴国的盟塾中则又多了一个越国，所以臣以为今日乃是吴越两国同喜的日子，娘娘贤德征淑，大王英明仁厚，娘娘得于大王乃是天作之合，也是天赐吴越两国之福。至此良辰吉日，臣恭祝大王恭祝娘娘恩爱无期，万寿无疆。恭祝大王恭祝娘娘恩爱无期，万寿无疆。桥。
下臣勾践，今以水酒一尊，代越国百姓子民，恭祝大王、恭祝娘娘，万寿无疆。恭祝大王、恭祝娘娘，万寿无疆。值此大喜之日，下臣奉娘娘之意，谨备薄礼，敬贺大王之喜。越国敬献贺礼。如此厚礼，说办就办齐了。义父可真给他的女儿做脸呐！啊！可这并非我的本意，我原想这样太破费了，不知越国的百姓……顾家明白了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此份贺礼太奢华了，为此不知要耗去越国百姓多少血汗，这让娘娘觉得很是于心不忍啊。大王在上，娘娘在上，下臣尽此贺礼，乃是顺应越国臣民百姓之意，为表寸心而已。下臣亦知越国百姓衣食辛苦，并不敢横征暴敛。这个孤家知道，但是娘娘爱民之心亦甚合孤家本意，越国的百姓也是孤家的子民，此次孤家念你是一片诚心，就收下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下臣谢大王体谅，谢娘娘一片仁厚之心。好，归座试验吧。怎么，还有事吗？大王容禀，下臣这次派范蠡回国置办寿礼，托大王和娘娘之福，还意外地得到了一件宝物。下臣想借此大喜之日，献宝于大王。宝物？听你的意思，此宝物比这些礼物还要贵重。里面是何物啊？请大王开匣验宝。此剑可是不光，大王神目，此剑正是天下无双的宝剑，不光。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光啊，你终于到了顾家的手里。宝剑归位，赵氏天下归心，臣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勾践，此次你为顾家立了大功，你快说说，你是怎么找到不光的？回大王，下臣派范蠡回国时，特意嘱咐他要留意莫邪。范蠡果然不负众望，找到了莫邪，找到了莫邪，也就得到了宝剑。那莫邪呢？莫邪失了宝剑，愤而自杀了。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。
太宰大人，臣在。取千金来，孤家要兑现诺言。臣遵命。太宰大人，下臣有一言容禀。讲。诚如太宰大人之言，宝剑归于大王，乃是昭昭天意。下臣岂敢借天意为一己之功，又岂敢受大王千金之赏？哼，事情虽然是如此，但是孤家岂能做失言之人呢？大王，既然勾践不愿受千金之赏，以诚之见，不如换个方式，另赏他个别的。那你说赏什么？不妨让勾践自己提个愿望，如若大王觉得可行，就算以愿代赏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嗯，好。勾践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大王下问，下臣，下臣斗胆恳请。怎么，你有话要讲？大王，臣闻宝剑者，据五山之铁精，会六合之金鹰，将铸之时，后天次地，阴阳同光，百神灵官，天气下降。先是麻蝶肩服，断发剪爪，斋戒沐浴，而后乃干铸。宝剑继承，观其状，如登高山，临深渊；观其辟，巍巍熠熠，烂如烈星之星；观其光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；观其断，炎炎如锁石；观其材，幻幻如冰室。此所谓宝剑。今臣观此剑，却无与相符之处。臣斗胆请问大王，何以肯定此剑就是干将以黑金铸成的不光的？即便它就是不光，臣再请问勾践，你又何以证明不光乃是天下无双的宝剑呢？难道就凭你一说吗？大王容禀，下臣自得此剑，即刻封入匣中，片刻不得离身，直至适才献于大王手中。至于端柯先生所问，如今干将已逝，弟子伏法，莫爷驯夫，下臣实已无法找到任何人证明此剑。这么说，这柄剑的身份和来历只是凭你和勾践张嘴那么一说了。天下人若都如此，欲得宝剑岂不是太容易了吗？勾践，你怎么说？禀大王，该说的范蠡都说了，下臣只想提醒大王一句，宝剑归于大王，如果确是天意的话，那大王何不以天意来为他一辨真伪呢？言之有理。拿你的剑来。大王，下臣今日是为大王与娘娘贺寿而来，未曾佩剑。拿剑。来吧。慢。
日之宴是为大王寿诞而设，义父这份薄礼也是为了大王的圣德而贺。西施仅以这绝酒敬大王，敬义父。西施唯愿吴越两国世世和平。娘娘的此绝酒味道很浓啊。谢娘娘抬爱，勾践绝不辜负娘娘之意。嗯，庄客，还有什么要指点孤家的吗？太宰、勾践，你们来看。大王，下臣曾听范蠡转述莫邪临终之言，道此剑之威，端视乎对手之强弱，对手愈强，则光芒愈盛，而光芒愈盛，则威力愈强。以下臣愚见，这应该就是这把剑的王霸之气所在了。而平时他是深藏内敛的，不光这个名字大概就是这么得来的。这真是一柄神剑，臣给大王道喜了。臣恭贺大王喜得神剑。臣等恭贺大王喜得神剑。奏乐。这么说，勾践所献是真正的宝剑不光了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大王就无法拒绝他提出的愿望。谋划的真是周到啊！他向大王提出了什么样的愿望？在下半途而退，可惜他这个阴谋的交易我没有看到。先生不妨推想一下，勾践会向大王提出什么样的愿望呢？适才殿宴之际，孤家答应你一个愿望，一高兴倒是给忘了，多亏了夫人提醒啊，要不然孤家倒成了失信之人了。讲吧，有什么愿望？下臣斗胆，敢请大王暂放下臣回国，以击败先祖宗庙。你要回越国去祭祖？正是下臣所愿。祭祖之后呢？
听从大王的定夺。太宰，你看呢？臣以为此愿合乎人伦义理。大王若准其所请，越国举国上下必对大王感恩戴德。夫人的意思呢？西施的意思，大王自然明白，还用说吗？不，孤家就是要听你的。西施自然希望大王能够恩准义父回国祭祖，以尽人伦之道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是这个意思，勾践，孤家就准你所请。下臣叩谢大王洪恩。夜深了，露水住，回屋吧。